台灣總統蔡英文同危地馬拉總統阿力洪德羅賈姆馬蒂星期六參觀咗一間喺台北支持下建造嘅醫院，重申佢哋嘅密切外交關係。因為台灣正在尋求加強與中美洲剩餘盟友的關係，這個是蔡英文對危地馬拉為期三日訪問的最後一日。此前沒多久，洪都拉斯宣布將與台灣斷絕關係，轉而支持中國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哥斯達黎加的行列。巴黎茲是蔡英文此行的下一站，是唯一一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中美洲國家。賈姆馬蒂再次感謝台灣領導人對危地馬拉的經濟支持，並表示危地馬拉與台灣的友誼是不會變的。